有，刚才右上脑袋里边痛了一下，里边痛了一下，天下剩下来一根棒棒啊，外星人剩下来一根棒棒啊，告诉我啊，不要着急，他们有条不紊的正在进行当中，挪完火箭就开通啊，挪完火箭就开通，大家看已经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啊，都做完了啊，现在就是配套的搞几个火箭过来啊，让他们能够想到。是外星人干的啊，是这么一个事啊，不然的话，就是光有天外来客，天外来的东西，没有地球上这边东西挪到那边东西的话，不会引起地球人太大的重视，或者不会引起外星人，不会引起地球人的恐怖，如果他们就觉得连火箭从轻而易举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而且短时间的完成的话，他们想来想去，只有外星人有这个能力啊，可以组合住他们啊。好的，知道了，知道了，再见，再见。